嗨，我是雨米兔。那我今天来测试，我用这个网络麦克风，我新买的这个网络麦克风。那我就来测试，可不可以用它来拍片？那它好像我之前买的那个，它会直接跳出一个画面，然后可以就拍着。可是它这边没有办法，是我用直播的方式，那用不公开，然后再下去剪片。好，那就来看看效果如何了。嗨，我是雨米之兔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来。今天要来做什么呢？今天一样是开箱，有在菜市场买的，也有特卖会买的。那希望你会喜欢这样的影片，喜欢这样的影片，别忘了给我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，按全部通知，才可以接收到我频道的最新更新。那就来去看看，哎，我最近又买了怎样的东西呢？包括这个摄影头，觉得效果如何呢？好，那首先第一样是夹娃娃机的商品。啊，对了，我去剪头发，我现在头发到这里，夏天剪短一点。然后我是去那种百元店剪，你觉得效果如何呢？也可以在下方留言。好，第一个就是夹娃娃机的商品。我发现这个摄影头还算有点色彩，像我的这个衣服比较明明是红色，但是它偏橘一点点。好，这一只是可爱的史迪夫，又是新夹到的，眼睛是爱心的，然后有一个这个，然后非常的可爱，这个也是小小的钱，好像40块就夹到了，非常可爱的一只史迪夫，这是夹娃娃机的战利品。好，再来是特卖会的，这个我买了两只，一个是1000cc 的，然后一个是800cc。我800cc 是买蓝色的，我觉得那个很漂亮，但是我妈拿去用的时候用1000cc 的来拍。有反光，我觉得那个颜色蛮好看。我们是先买800cc 的那个，然后觉得不错用，然后又再去买这个1000cc 的，它的保温效果很好。我在这边分享一个小故事，就想说，哎，我茶泡好了，然后我要做人泡茶嘛，然后我就放进去，然后我想说，就是茶包加那个温开水，然后想说丢进去冰箱里面，然后明天我就可以喝到。非常冷的这种冷泡茶。结果那一天大概差不多10点，然后早上8点，然后把它拿出来，然后发现它还是温的，因为它茶已经泡开了，但是它没有冷，要加冰块下去，表示它的保温效果是非常好的，因为放在冰箱还是继续保温。然后后来我就看赖的新闻啊，就是哦，原来保温瓶是不能丢到冰箱，因为它还是有保温的效果，所以好的保温瓶的话是丢到冰箱是没有用的，所以要加冰块。那我觉得这个颜色都非常好看，但我实际有用，我加冰块加我的茶这样子下去，8点到晚上的差不多4-5点，大概6点左右都还是有冰的。它冰块会融化，但是它里面的那个内壁，它的茶还会是冰的，所以我觉得它的保温跟保热效果都还不错。那个店家是跟我说保热效果可以达到12个小时，但我现在夏天嘛都是喝冰的，也没有喝热的。那它这个是里面的内壁是316的，这个内壁是 SUS 316的，长这样，里面内壁就是这样子，里面还有茶有水，就是长这样。然后它有附一个，不管是1000cc、800cc都有附这个滤网，这个滤网也是316的 SUS。有的滤网它会做304的，或者不是30几的，它就是纯粹一个滤网。但那个滤网不是放茶叶的，它是过滤茶叶，你茶包还是要丢进去里面，然后把它放进去，会听到一个卡的声音。因为我现在是要斜着放，让你去看。好，正常是会是这样放，就是平的，不会像这样。然后你就是这样子茶倒下去，就不会被茶叶跟茶包挡住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目前我用来还是蛮满意的。它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口径跟冰霸杯不一样，它的口径是比较小一点点的，所以你要用那个刷子去刷才行，要不然的话它的保温效果跟保冷的效果我都觉得还不错。好，这个我忘记我上次有没有开箱过了，就是这一个在抖音常常看到的那种厨房的防油啦、防污啦，然后防火的这个。那我等一下会拍另外一个画面然后给你看。那我现在是用这个是团购买的，然后也很便宜，它是这种厨房的这种
两次，我有忘记这个我没有拍过，可能有拍过，也有可能没拍过。我就拿东西来，找东西来拍这个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这里没有拍过。到时候我会拍另外一个图，因为我现在有弄上去。那我比较怕的是它有残胶，所以我没有把它后面的胶给弄起来，我就是铺上去，然后在我的桌子的边边用稍微那种，我之前用的那种透气胶带，就是你受伤在包的那个透气胶带，然后稍微把它固定住这样子。我没有像之前一样这样整面粘上去，我怕的是会破坏我的桌子，所以我就只有边边的时候用的比桌子还大一点，然后在边边加透气胶带固定而已。好，目前桌子的画面就是这样子，非常的干净，是为了拍摄把东西依旧了才这么干净的。那因为这边有电风扇在吹，然后这边它会飞起来，因为我这边是没有固定的，你会看我的桌子这边都是没有固定的，因为就怕它毁了我的桌子，有那种残胶，所以我就没有把它给固定住。那因为平常这边都是有笔电在压的，它有重量，所以它也不会背，所以就还好。这边弄得漂亮的话是好看的，但这边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皱成这样子，然后就比较不好看。然后这个花纹都是蛮好看的。然后看到这台，就是我目前的这个新买的镜头，是为了拍摄。我把它这个荧幕已经没有在用，它很旧了，画质都不是很好看。但我就是现在目前把它放在这边架着，然后我这样子去拍摄比较好拍摄。主要是因为荧幕这边边框也比较粗，它比较好卡的，因为我不太会卡这个东西，感觉它就是会晃动。然后后面就是这个的另外一个扩箱在这边，这个是加那个明星花露水的，然后把它放在这边，主要是看这个啦。这个我觉得光滑度什么都好，你怕残胶的话就像我这样子压就好了，就比较不会去伤桌面这样子。好，再来这个就是菜市场买的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困扰，我是有这个困扰，就是我打开比较大的抽屉的时候，然后东西呀，它是会，我发现这边有，这边有扫把，好，之后我会再移动一下。然后，它会移动，所以我就在菜市场买的这个。这个是那种豪华的桌垫，你可以放在你的，比如说抽屉啦，或者是你放衣服啦，那种锅碗瓢盆的地方。然后它的防滑效果真的还不错，因为我放在抽屉，这个东西就不会再滑动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防滑的效果不错。那这个的话，你在每一家的店家的话，价格不一样，有的卖20块，有的卖39块。它就是它的这个厚度，有的比较薄，有的比较厚。那就根据你想要的，比如说你抽屉多嘛，要多一点就买厚一点。那如果你没有，就是只有几个抽屉的话，那你就买少一点。这个我记得我买好像是39块还是29块的，我忘记了，反正就是也是便宜。然后放在抽屉，这个效果非常好。我现在目前这样都不会再滑动，之前我打开的时候它东西都会滑动，就可能在前面，然后它就会变到后面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效果是防滑的效果是不错的。如果你像有一些那种比较陶瓷的锅碗瓢盆，你也可以需要防滑的话，也可以用这个。那我觉得效果不错。那它也有很多颜色，我选黑色，黑色就是比较大众一点，也跟摆饰上面也比较有比较不会有冲突，所以我买黑色，而且黑色比较不容易脏，所以我买这个。这个也是在菜市场已经见底的，这个是香膏，扩香膏。我就看到很多的 YouTuber 他们都是有那种香氛蜡烛啊之类的东西，那我自己本身没有点蜡烛的习惯，我都是拿来当芳香剂。然后我刚好有看到这东西，这里便宜39块。然后它这个是康朵的平安除秽香氛扩香膏，然后它里面我看它里面啊的成分啊也是属于比较天然一点。镜头去有反光看不到，那我念出来好了。它里面就是有艾草叶，然后墨草叶跟芙蓉叶、香茅跟老榕树跟无患子，我觉得有添加无患子就是还蛮奇怪的。无患子真的很厉害，它可以用在清洁，又可以用在这个扩香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厉害。然
然后它的用途就是你打开它有一个盖子，你打开来了之后，然后就可以放在客厅啊、玄关啊、厕所等室内，打开来就会有那个香氛。然后它的味道其实我觉得没有太重的那种香氛味，然后它还附了这个啾啾，这个小啾啾。但因为最近天气都很热，所以它的这个融化的速度也很快，我都没有去点它，就是放在那边当芳香。这个扩香应该也是没有办法点，就是放在那边，然后那个，然后它就是这么快，已经见底了，大概买不到快一个月多吧，然后它就见底了。所以这个其实也算蛮久的，一个月我觉得算还 OK 啦。这个39用一个月，我觉得还蛮 OK 的，只是我觉得它的消化的速度非常的快。这个就是我买的扩香。好，这就是以上的今天的开箱，不知道你觉得哪一项？哦，对对对对，还有我的视讯头。那视讯头是这个画面，那我的视讯头到最后再，这边拿我的手机来去拍一下我的视讯头，应该是看不到，我到时候会放图片。好，这就是我目前的视讯头，长这样子。那你会看到有一个盖子，我看了好多家都没有覆盖子，这个盖子都要另外再添购的。所以我觉得它直接就是有盖子，我觉得非常的棒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一架。然后这个是 HD Ball 嘛，这样念，然后这样子的。然后它的话是说是台湾晶片的。那我就是特别有看，因为我看很多很多这个价钱的，然后没有注明，它有注明它是台湾晶片的我才买。然后这边都是这个可以卡住的，但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不太会用的关系嘛，我都卡不太住，它这个镜头会晃动，我卡不太住，这是我唯一现在目前觉得困扰的地方。嗯，然后剩下画面啊那一些的话，都还要再拍摄我才知道。那但是我有用 VTuber 那个镜头的话，我就觉得 OK， 可以跟他最终拍摄的那个 OK 是有比我之前的那个还要来的可以可动性，侦测会更好一点点，所以我觉得还 OK， 用 VTuber 的来说的话是 OK 的。在我的旁边，那我觉得他这个视讯头是我在虾皮买的，那我不可以我不太在意画质，因为我现在目前看一下，如果是这样子亮亮的，画质上面还 OK， 只是说色差还蛮严重的。那我主要是来用，我之前就是迷上了 VTuber， 我现在还是迷上它，那我就想要玩 VTuber。 那 VTuber 的话，你只是要去动它的那个动作的话，去侦测的话，其实像素不用太高没关系。所以这个我在虾皮买的，然后非常便宜，才200多块而已。然后它的是说是台湾晶片的，我看了很多是类似这样子的，然后很多很多都没有标榜是什么台湾晶片啊什么的，我就怕，因为我之前买的那个摄像头真的，它标榜400万画素吧，但是那个画素真的没有很好。那我这一次买的是 1080P 的台湾的晶片，大概200多块。那200多块的摄像头，你也不用。就是想说，它的画质到底有多好、多精美、多漂亮啊？然后有什么美颜嘛、啊？美颜我可以用后置去，所以我就觉得还好。因为我之前有在找像是美颜的这种摄像，但是我后来想想，我很少直播嘛，啊，就算没有直播用 VTuber 的话，好像美颜不需要嘛。那如果我是用录制的方式的话，那基本上我下编辑软体，然后用我的那个剪映来去后置就可以了，所以我就觉得还好，所以我就是主要是看有 1080p， 然后画质不要太糟糕的就可以了。那同一家店我还要买这个，就是我也是在抖音看到的，那这个我还没有用，所以我目前只是开箱，到时候再看看，如果把我的水放上去了，所以没有办法。那这个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压缩器，就是用打水器，就是如果你有比较重的瓶子嘛，那你就要搬上去很麻烦嘛，然后它就有 USB 的嘛，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放来，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像是那种水桶然后倒出来这样子。那我觉得这个我还要试，因为我目前没有水可以去试，所以我之后会再去试一看，会另外再做开箱。这是在同一家店买的，那这个也很便宜，大概159块而已。我主要是看这个摄像，然后再去看那个店家里面有怎样的东西，然后有喜欢的话我就顺便买，然后就看到这
这个我妈一直有想要买，就是看抖音觉得这个很神奇，然后想要买，但一直都没有下手。第一个就是你单纯买这个东西的话，你要运费好像就不太划算。那就趁这一次，他虾皮店到店有免运费的时候，就跟相机，因为刚好同一个卖家有卖，那我就跟我的摄像头，然后跟这个一起，然后就买。好，这就是以上的开箱啊。然后不知道你喜欢这样子的开箱吗？或者是对影片有任何的想法和意见，都欢迎在下方留言，留言我都会给你一颗爱心爱心哦。我是雨衣兔，希望你看我的影片有快乐美好的一天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咯。对这个摄像头的画质，你觉得有到 1080p 吗？然后它，我觉得是真的是有色差，它的色调都是比较软的。像我这个这件呢，你看镜头可能是比较橘色系，但它其实是红色，所以我觉得它的色彩色差还是有。但我觉得 OK， 我的头发发色这边都还 OK， 所以我觉得 OK。以在光上比较大的亮度来说，我觉得这样 OK 了。然后主要我也是要用 YouTube 啦，所以也还好。好，这个画质怎样也可以回馈给我。好，那就这样啦，拜拜。